家好啊，又到咗一星期一次嘅样本球时间啦。今个星期咧 ，YoYo 队咩就要休息一下啦。好彩咧，仲有我 Fiona 喺度。虽然咧我咪咪都唔算好大啦，但希望都可以顶得住下咁啦。嗱，今个礼拜咧啲波都算对路啦。首先咧就枪手作客去到西布朗噶，个老毛病又出现啦，又系九差多个乜咯，进攻都唔入肉，我系女仔都唔中意你啦。你知啦，搞嘢嘅时候唔到 spot， 不如唔好搞啦，净系喺门前度泣泣痒痒咁，有乜鬼用啫？人哋已经任你冇啦，咁都搞唔兴，不如翻屋企瞓觉啦。不过好彩，枪手咧都有个由慢狗转过嚟嘅伪球王出手相救，一顶就掂，令到依三分啊，咁都总算咧保住前四啦。另一队咧跌晒锅嘅力记咧，今个星期主场出击应该有少少优势啦。点知咧原来同枪手一样噶，又系九差都唔入肉啊，射击龙门咧都冇威胁啊，仲要俾对方一一瓦解啊。他们的前方呢比枪手更废、啊、越踢呢就越绝望、啊、看看呢拿到一分的时候，好彩呢有个格连 Johnson 冒住爆头的危险一顶入网。唉，你们真的要努力一点，还要靠你们顶住慢狗的。因为慢狗呢在另一面主场对着老虎仔又做不到事，比慢狗是这么中出、啊、连还手的力都没有、啊、真的哇不行咯，他们连史摩灵都搞不定，被他先入一粒，之后朗尼一个远射入波，再加上云佩西埋债，就这样老虎仔就输了0-3了，11分跌入了这个钢板船。哇，真是怎样走呢，捉滚好了。打到下来这个星期只是得一队不败之师，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车仔的了。嗱，依队波咧今季真系杀得盛起哦，而依个走势咧夺标都系迟早嘅问题啦，所以咧已经有博彩公司同埋买咗车仔冠军嘅人排咗彩止咗血先。不过咧，佢哋今个星期咧去到新特兰就俾对方食住啦。无论你换咩人落嚟进攻都好，佢都可以一一化解啊。新特兰咧仲有一个机会差啲入 Q 埋噶。好彩最后都算受得住0-0啦。他们在最后那场才搞啲咁嘅嘢咧，我真系好攰噶，想瞓啦，不如找条仔搞算啦。嗱，车仔失分啦，最开心咧就系跟住车仔嘅曼城同修咸顿啦。依两队波咧就喺今个星期嚟个短兵相接，不过曼城咧就系高一班嘅。无论在进攻和射门都坚好多的，虽然他们是入波机器，阿古路今场就没有份入波，但是助攻到给爷爷的时候就一击即中，就算之后孟加拉两行一红被人赶出场都好，后备入替的林伯和后卫基力子再入两粒，赢3-0完场、啊、叫做拉近了和车仔的距离2分那么多啦。好啦，我都知道你哋班 baby 系唔够饱噶啦，希望下个星期啦 ，YoYo 会夹埋我一起赢四球咁样啦。今个星期咧就系咁多先啦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